Hey Bud，Hello，都出咗幾日咯喎，咁聽完之後點啊？仲係覺得呢一首歌依然係我哋三個之中嘅最愛，因為我哋三個前幾日都一起做嘢啦，咁大家都喺做嘢期間都會繼續 loop 呢一首歌，希望我哋都可以幫手出一分綿力咁樣去 loop 多啲首歌，希望首歌上到熱門頭十就好啦。咁樣聽歌咧，會唔會因為自己嘅感情狀況，會唔會分一手會特別悲傷？大家好擔心你嘅心情。都係大家關心先。咁錄歌嘅時候，我覺得我覺得作品啦，每一樣嘢都係用自己嘅人生嘅經歷啊嗰啲嘢累積出嚟嘅，不論拍劇好音樂嘅作品都好，咁係會有幫助嘅，我覺得。呢排係啦，呢排個心情唔係幾好啊，因為。係啦，我哋都會問翻你同 Alice 嗰間，即係會唔會都特別憂愁咁樣去錄嗰首悲傷嘅情歌？咁呢一首歌一樣嘢還一樣嘢先。咁錄呢一首歌咧，就因為佢又唔係話真係純悲傷嘅，咁所以呢一首歌錄嘅時候都有好多technical 嘅要注意，咁所以就一路協調咁樣啦，即係同監製。咁係咪同阿 Jimmy 真係分咗手？咁自己嘅感情狀況咧，我一向都即係唔想講出去咧，等大家即係公開咁樣討論嘅。咁但係係分開咗嘅同 Jimmy。分開咗一段時間啦。原因咧？其實係我哋兩個人之間嘅問題咁樣咯。咁但係亦都唔想唔涉及第三者，唔涉及呢啲嘢，咁就好難同大家即係長談自己嘅嗰個原因係點樣嘅。時間係幾耐之前咧？因為大家都有啲前測啊嘛，即係咁之後嘅澄清翻。其實我自己覺得啦，其實本身件事唔存在咩澄清或者解釋嘅，因為係兩個人之間嘅事，咁就唔涉及第三者啊，唔涉及其他人嘅咁。咁但係嗰時啊 ，Jimmy 話你入嘅醫院咧有冇了解過咧？哇！問得好 detail，sorry。咁其實有嘅喺節目入邊。其實係有，即當然啦，咁有關心啦，但係因為我相信你咁講都係即係喺報道入面睇到啲嘢啦，咁其實我覺得報道入面有好多嘢都係唔係真實嘅，咁大家有睇可能有好多文字上嘅嘢都有好多誤解啦，即可能George and Marco 又勸我唔好啊嗰啲，即係太 detail 曬，我覺得係啦，我哋三個咁啱前嗰排做嘢一齊睇到，即都有講起，都會攞嚟講笑。都同 Alice 係一齊嘅，全部都係咁講。哦，係嘅，我哋唔係。你係要先嘅喎，點解？我講得清楚。我講得好清楚，講得好清楚。我哋兩個其實係朋友嚟，即係都係好朋友嚟嘅，係咯。但係有報道話你哋慶功嗰晚兩個一齊唱。咁梗係唔存在啦！我哋兩個一齊同大家一齊玩到都，因為嗰一日係完咗之後，大家都。玩即係全部人啊，連埋 crew 添啊，我哋一齊玩到好夜，係啊，即係可能傾偈啊、玩啊咁樣。但你唔係出咗去翻咗外地？即係長隆。係咯，喺長隆玩啊嘛，咩影到相？係啊。哦，嗰個咧其實就係、是、我覺得成個原因嘅起因就係喺呢一度，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就係、是、好難得先有假，可以即係好短嘅假幾日仔咁就同朋友出個 trip 咁啊，諗住散下心咁樣。咁就發酵去到而家咁。但你個組合令人有誤解啊嘛。個組合。係啦，即係你明唔明？其實個組合係啊，個組合其實有四個人嘅。係。咁當然啦，可能大家會好容易睇到啲報道就會遮遮掩掩啊，或者點樣變成得翻兩個人咁樣咯。但其實個 trip 係四個人一齊去嘅。咁但係公司個聲明就係話你哋真係工作，咁其實係工作嚟嘅去放。哦，其實佢唔係話去工作嘅，佢係話飛黃騰達。其實我哋四個即係點解會呢個組合呢？就因為我哋四個一齊拍飛黃騰達嘅。咁拍飛黃騰達嘅時候認識咗，咁我哋都會有個 group 啊。咁有時間唔知大家傾下偈啊，有時可能打機啊、跳舞。如果你哋有睇我哋 Pixel IG， 我哋都會有一齊跳 Rio 咗新歌咁樣。咁我哋大家中意跳舞噶嘛，咁樣。咁同我有冇發展嘅？呢段時間啱啱又出完 Pixel 嘅歌，而家係錄緊自己新歌。咁今日亦都要嚟到呢度同大家見面。影響㗎，我哋好感情唔善，可以分得好開。我未做到時間管理大師住。係。係做咗工作先啦。嗰次去尋晚都另外嗰兩個同伴咧係演員定係同
嗰兩個都係演員嚟嘅，即係我哋飛黃騰達一齊識嘅，係。咁啊失蹤嗰單嘢其實有啲有啲報道好似有講到嘅，因為我其實唔想。其實我但可以出一張四個人的相㗎，係啦，我但可以出一個四個人的相一起去玩，但係其實是咁樣的，我自己覺得面對住呢一啲即係新聞，我覺得未來都可能會有，唔知係好定唔好咁樣。咁我就覺得要學識點樣沉得住氣，繼續做好自己本分先咯。係啊，即係如果是啦，所以就有今天这样去跟大家讲，因为本身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经常觉得不实的东西 你越去讲呢，事件就会不断这样去延伸，因为 你讲人家就会觉得你解释嘛，那我又觉得我不是需要解释什么，几个朋友出 trip 演变去到现在这样，就我都觉得挺无辜的。但是我会知道我不敢跟 Alice 出街或者这样。不是啊，直头不敢放假了，是啊，是啊，得的，即係大家都知道，我哋經常都見面啦，係啦，不論從工作啊、音樂啊、劇都好，其實即係本身都唔係好多私人時間。因為上次擺曬啲相出嚟，好靚，帶啲自己單咁嘅相。老公啊！哇！冇啦，即係做嘢先啊！呢段時間真係做嘢先，係。咁你有冇了解下 Alice 有冇開心？因為上次都傳咗俾人都開心啊嘛。係啊。今次會點？其實發生咗件事之後咧，大家都有關心啊，大家嘅。因為始終不希望影響到大家工作，係咯咁樣咯。因為佢又再次俾人封，佢從位置仲第三。冇錯，所以我自己其實都覺得挺不好意思，即係又發生啲咁嘅事，咁對大家工作又不好，對即係我覺得發生呢啲事冇乜獲益嘅人咯，即係我覺得，所以我都有同公司講聲不好意思啊，即係麻煩到大家。但係呢段時候，我希望。大家可以關注多啲可能工作上面嘅嘢啊！呢排又出新歌，但係個焦點就會放咗喺呢一度咁樣。使唔使短期內我哋再一齊啊？短期內唔好合作啊，兄弟。啊？使唔使短期內唔好合作？唔會，咁本身係朋友就係朋友啦，就唔需要做啲咩，又唔會尷尬嘅。我問多一題先，你失蹤嗰好，最後一條啦，最後一條啦。報道話即係你失蹤嗰個事件咧，交接而家邊有或者？我剛才講咗啦，就冇啦，就我哋一路就係一起慶祝緊個慶祝緊咯，冇咩失蹤，冇咩。其實我自己都未夠時間消化咁多嘢嘅。發生一啲咁嘅事，其實對即我自己都唔係一個好受嘅，我自己都係啊，咁。咁佢要點樣做係佢嘅選擇，咁我亦都唔會去做評論或者點樣，係啊。